亚洲小姐冠军级人马伟哥陈伟同亚视旧同事杰仔余文杰同埋蔡国威先后加盟无线，再次成为同事。三个人聚首一堂，讲到鸡啄唔断，话当年真系片都啃唔到啊！你做咩要講出嚟？咁係喎，係老友聚頭係一件好開心嘅事。我最近咧唔知點解咧，有好多嗰啲影迷咧會成日同我講翻，喂廿年啦，你嗰套劇咁啊廿年前我就嗰度啊，係啦係啦，即係嗰個咁啊同，即係識咗好耐啦。咁新嘅一年嘅願望就梗係希望可以快快脆脆可以有機會再同陳偉合作啦，成有機會㗎，再各位合作啦，係啦。大家都是審住文物咁樣開工啦，嚇、啊，你兩個同埋一個劇啦，係啊，天明，天明啊，係啦，你又嚟緊又開新公計啦，仲有笑紅者二我都要開嘅，所以比較都好充實啊。2017年呢個雞年咧係一個好旺場嘅年。我覺得如果同你合作以前係綜藝節目多嘅嘛，但係如果嚟到即係 TVB 之後咧，同你合作係劇集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俾我咁樣好好嘅新鮮度。係啊，我唔記得我有個我六合彩又同你合作過。綜藝仲有其他嘅節目。但如果主力喺呢邊係劇集嘅話，對於我嚟講，我覺得係好新鮮嘅。係。咁我真係隔咗十，但係隔咗十幾年冇拍啦嘛。但係一嚟就開好多套喎。係啊。截停了三个人问他们鸡年有什么愿望，三个人又你一言我一语地讲到离晒体。鸡年的愿望我真的很想跟陈伟有机会再合作，即是不是说合作套剧大家不碰面那些，即是真的有同场的对手戏，因为陈伟在我从影以来带给我很多欢乐时光，很多令人怀念的情景。咁為個雞年嘅心願咧，雞年嘅心願都係拍嗰啲戲啦，可以有機會同我哋合作啦，可以聚首啦，以前我哋一班嘅舊同事啦，可以如果可以喺一部公司嘅大劇裏面全部人都出曬嚟嘅話，咁我真係即係其實真係圓一個夢啊！我可唔可以咁樣講咧？即係尤其是我哋一路食咗咁多年嘅呢班戰友啦，可以咁講啦。如果真係有機會咧，係咪同我同埋一套劇裏面咁可以一齊發揮嘅話，哇！我諗嗰刻我唔知點樣形容咁，好期待嘅畫面嚟。我大家會私底下去取笑，喂，廿年前呢個傻仔點點點。即係抄翻啲人，抄翻啲片嘅時候，哇！嗰陣時威啲仲傻嘅樣。喂，嗱，仲傻唔傻係一件事，但係大家睇落去，咦？陳偉都係差唔多咁嘅樣喎 ，keep 住都係咁靚咗啊！好靚，越嚟越靚啊！即係咁啊，或者文傑你覺得哇，都係嚇差唔多喎，咁樣樣喎，都仲係咁精壯，好靚喎，好靚喎。咁你就喺度，可能就會勾起人哋疑問啦！依咁多年嚟，呢班人究竟食咗啲咩嘢咧？咁樣樣，咁呢個我都好有興趣雞年上面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即係你有興趣嘅話，就透過明報嘅主編再問我哋啦，咁樣樣。講到口水乾，都要俾個口停一停㗎。趁雞年新星頭，三個人合作畫咗一幅金雞圖，齊齊祝賀明報嘅讀者雞年進步。祝明報。